Madame, that's your change. Who's that? Oh, that's a Chinese student. He wanna buy an expired bread. Expired bread? Don't worry, it didn't expire for long. And for the same price, he can buy the food three times. Our baker is thinking that he's a poor guy. He even gave him all the leftover from the kitchen. For the poor Chinese people, it must be the gift from the heaven. Oh, are you Japanese, right? I am Chinese. I'm sorry.就是这个，也太不爱惜身体了。这全麦的，粗粮对身体好。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没有。你跟我说实话。实话就是真没有。拿着。我不需要。 小张，你在我面前还需要强撑吗？我们都已经见过彼此最难看的时候了。我真不需要，你是不是想多了？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每天都很充实啊。你好吗？我很好，我就是看到你现在这样，心里有点难受。 Drive。小展，我希望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想起我，让我帮帮你，让我觉得你还把我当朋友。我们当然是朋友了。真的吗？真的。我们永远是同甘共苦的朋友。 差不多，我得先走了，去晚了，图书馆占不到好位置。 I'm really a friend of James. My name is Li Shiyi. Li Shiyi, you can ask him. I'm sorry, but Mr. James is not in right now. Okay, don't worry. I can wait for him. No, we can make an appointment for another day. 真不好说话。 Hello, ma! Hey, 这样。 Mr. James! It's me, it's me. Do you remember me? Li Shiyi. This crazy guy again. Just keep going, keep going. Come on, come on. Hey, James 先生，no, wait a second, hold on. Here, Li Shiyi, remember me? 车窗拉，我是你老婆。我是你老婆叫过来的。Yeah, your wife come here. 但是他们不让我进去。他们真无理，我会收拾他们的。你稍微等我一下。Okay. Let's go.
他又抢了！汪德利和这一兵是个土鳖。嗨，This is 黄花梨。 狐狸毛了，可以 ，Mr. Lee， 哎 ，Excuse me, Mr. James， it's a long day。Welcome to my home, Mr. Lee. Please take a seat. Mr. James, I'm ready. Ready? I'm ready for a job you gave me. I will do a good job and see your translator, James 先生。 我不是跟你吹啊，你要是用了我，你绝对发大财。我跟你说啊，我的能力特别强，我保证你的钱啊，就是滚滚不断的流进来。你那些演员一个比一个红啊，蒸蒸日上 ，day day up。 Seems that I'm not hiring a translator, but a mascot. 对，我就是一个吉祥物。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李十一，哥们儿，我来了！哇，你怎么来了？太漂亮了，你今天！哎呀 ，Your wife is so beautiful， 你不用你喜欢了，我看着她我都喜欢。哎，你好好说话，你是来找我的？没有，我找你老公的。亲爱的，听见了吗？你的这位朋友是来找我的。这都一家人吗？ You are family. 那个你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你的。我找你就是我找他，一个意思。 Family。 亲爱的，你能帮我算算，你的中国朋友还有中国亲戚已经是第几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了吗？乔，我仿佛不是跟你一个人结了婚，而是跟一群中国人。难道全纽约的留学生都结婚了吗？ 你的这位朋友来找我要工作，你的父母来找我要支票，还有你的男同学，直接找你要现金。我的小甜心，你对我是不是产生了什么误解？我不是慈善家，而是生意人，我每天都很忙，非常忙。 我希望我的家庭是让我安心休息的地方，而我的妻子是让我获得平静的伴侣。没有了我，这个家也就不存在了，你身边的一切就会像泡沫一样消失，都消失了。亲爱的，我说的对不对？ 太不像话了，太不懂事儿了，詹姆斯先生，你做了特别好，男人就应该这个样子，拿出男人该有的样子啊！所以你看我的工作，咱什么时候可以？当然，我答应过的。我就知道，你讲义气，够诚信。My buddy。 明天就可以上班了。明天啊，哎呦，行，我肯定好好干，我肯定好好干。
放心，我明天一定准时赶到剧场。不不不，不是剧场，是我的酒店。酒店？酒店也行啊。I work in a travel agency， 我管理过旅行社，所以管理酒店应该也差不多，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别紧张，不是很复杂的工作，我相信你可以胜任的。告诉我，你会开门吗？会啊。那关门呢？不会可以学的，酒店的大堂经理会教你怎么给客人打开车门，取下行李，然后再关上车门。好好干，别让我失望。但是，你之前答应过我吗？答应过我说工作了。对啊，我答应过给你工作的，现在已经办到了。你知道还有一句中国话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说过的话都是要兑现的。你认为我是君子吗？爷，特别 gentleman， 特别好。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